决赛区。从小就在耶鲁大学校园长大，所以中文是我第二语言。今天我要挑战一首中文歌，韩红老师的《天亮了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I hope you all enjoy。那是一个秋天，风儿那么缠绵，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，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，我听到一声巨响，震彻山谷，就是那个秋天，再也看不到爸爸的脸，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，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，不要离开，不要伤害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。